石头可以说是世界上年代最为古老的物品了，它从宇宙混沌时期开始便要经受强烈的造山运动的洗礼，褶皱、断裂、碾压，再加上亿万年的风化与侵，在大自然的雕凿琢磨之下，最终从一块块粗糙无形的原石成为了造型奇特、天然成趣、独一无二且罕贵难求的艺术品。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浩如烟海的人类文明史，也就是一部漫长的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石文化史。在大千世界诸多收藏类别中，观赏式收藏具有其独特的魅力。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不会造就两块相同的珍奇石头，所以这些奇石一经发现便是独一无二，有着无与伦比的收藏和审美价值。花如解语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的确，石头跟其他艺术品相比自有它独特的魅力，与其他通过人工创作出来的艺术品相比，它独具天然之美，同时也只有神形兼备、意境深远的石头才能获得人们的青睐，进入大雅之堂。从这方面来讲，对于石头的欣赏实际上与其他诸如书法、绘画、诗词歌赋等艺术门类一样，要求欣赏者具备精深独到的审美眼光和丰富的艺术修养。人与石头的和谐便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一石在手便可以承怀观道，握以神游。赏石藏石之风在我国的历史十分久远，历代的藏石家可谓层出不穷，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物质文化水平日益提高的今天，对于石头的鉴赏与收藏也像其他许多艺术品收藏一样，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更多爱石迷石的藏石家涌现了出来。这是已有5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徐州，名胜古迹、人文景观遍布境内。这里因为毗邻天下第一石灵璧石的产地安徽省灵璧县，而被看作是藏石赏石之重镇。戴道田就是其中一位卓有成就的藏石家，他自办的戴氏藏石馆藏品丰厚，远近闻名。这个表面经过什么修整？就是天然的就可以了。对对对。那比如说这个地方是窝的还是磨的？对，就是保养。这一般这个石头都要多少年？这个石头要几亿年？几亿年？估计要在4亿年。戴道田的收藏品主要以灵璧石为主。灵璧一石天下奇，声如青铜，色如玉。灵璧石历史悠久，更因其瘦、漏、透、皱等特点而名扬天下，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和收藏价值。收藏的时候，曾经我就有想过，如果我自己能搞一个馆，把它作为一种珍藏品，我认为将来有价值。到今天为止呢，这个有这么个条件，而且政府这个村来给我提供那么个好的地方，所以说我把我的这些作品我要展示给大家，让那些全国的石友来共同来享受石头的美。在悠久的藏石文化历史进程中，人们积累了丰富的关于石头的欣赏经验和审美原则。一般来说，好的石头应该具有瘦、漏、透、奇、皱、丑之美，又称为藏石六字诀，甚至还有藏石九字诀、藏石十二字诀之说。
意思是说，好的石头应该骨骼清奇、纹理自然、形态生动，同时又要朴实无华、丑而不露。概括说来，对于石头的欣赏，要注意形态、质地、音响、音韵、意境等多方面的要素。这块石头呢，这个从它的线条和它的轮廓和它的石皮石质，在灵璧石中呢，它可以说是一个上品，也是一块佳品。像这种石头呢，就是说让好多艺术家他去做的话，他不仅能做出这么好的线条。灵璧石讲究呢形止动，这个呢你敲它能出声音。所以我们石头给我们带来的直接的视觉刺激是形态。对于形态美的欣赏，一方面来自石头本身所具有的客观美，另一方面需要我们仔细观察、细心品味之后才能发现。正如著名雕塑家罗丹所说，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就像一个雕塑，又是一个人字形，你看多美，石皮又这么韵，工人的工吗？工人这一个工字一个人字，它不是有一个组合吗？这件藏品乍一看也许不太容易发现它的形态美，但是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换一种眼光来观察它，会不会觉得它像两条虬曲盘旋而上的蛟龙呢？纠结在一起的龙身，昂首顾盼的龙头，充满着张力，预示着一种百折不挠、生生不息的精神。难怪这件题名为《中华龙》的藏品在2002年的艺术博览会上获得了金奖和最佳配作奖。仔细端详这块石头，我们能想象到什么呢？是不是觉得它像一匹正在沙漠中艰难跋涉的骆驼？它的两只驼峰低昂着的头，似乎在无言地诉说着旅途的艰辛。这件作品不仅形态逼真，而且质感独特。粗糙的石头质感极好地刻画出骆驼坚韧不拔的精神。通过它，我们仿佛看到了那浩瀚无垠的沙漠，看到了那些顶着风沙穿越沙漠的旅人，一瞬间仿佛时空交错。而这件名为松鼠的藏品则属于另一种风格，它的形态是不是特别令人怜爱，看上去让人情不自禁想要伸手抚摸。2001年第五届国际赏石展中，这件藏品被授予了银奖。这件藏品显然很符合传统石头的审美标准，瘦、漏、透、奇、皱、丑等特点它无不具备。在形态上你很难一下子说清楚它像什么，但你如果仔细回味它的质感、它的色泽、它的每一处起伏，你都会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舒服。这块石头没有一丝一毫人工雕凿的痕迹，孤傲清冷，它好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也许它就是来自于天地混沌未开之时的那个世界吧，所以把它命名为盘古独尊是再好不过了。这石头本身呢，它确实是一块石头，很硬的东西，但它造型，它这各种气势啊这些，
给我们观者啊，就是很深刻的印象。他说说心想美人外，他还说这个给人们是想象不到奇迹作用。说为什么爱他？他给人奇迹，给人是思维啊更扩大。艺术范畴啊，它范围很广，你像建筑、陶瓷、音乐、书法、绘画，那多了，对吧？但是他那个作品都是人做的，没有不是人做的。是。哎，那么只有赏石成为一件艺术品或一件作品以后，那么它的主体是石头，石头是自然产生的，是大自然造化的，不是人做出来的。从审美的角度去认识这问题，那么我就认为，在艺术范畴里边，赏石应该进入审美的最高境界。对于石头的欣赏，鉴赏家们可以超越对石头形态的直观体会，而直接进入石头所营造的意境中去。这件名为《仙境》的藏品，在观赏的时候，我们就被直接带入到了石头本身所营造的云山雾罩、若有若无的仙境中去了。这也正是以貌取神、目击而道存的高级境界吧。这件被命名为《大地情怀》的藏品，同样也是一块灵璧石。大地情怀这个石头，它这个它的气势、气质、品味，是我在我这些藏品中，应该说是很可遇不可求的，很难得的一块东西。哎，玩这个东西呢，它首先要讲究气，哎，跟大自然一样，看到它就感觉到自己回到大自然中去了。如果忽略其背景和尺寸，你会忘记你所看到的仅仅是一块石头，感觉自己置身于广阔无垠的大自然中，情不自禁地被引领到其实所营造的恢宏境界中去。仔细琢磨，这件藏品是不是有微风牵韧的感觉呢？正所谓名山何必去，此处有群峰。难怪这件作品能在桂林的石展中脱颖而出，获得金奖了。这件作品它叫米芾拜石，从石头的形止动来讲，它的形态、它的动感、它的质地都是绝品，哎，它的形态很美。米芾拜石自古就有米芾就是米芾，为称它为芾，它好石头，所以呢，拜石，你看它的形态，这叫形，指厘米石的石指，这种石头为温石，石质很好。是上品，动，它的动感很有名，哎，而且它的那个苍老劲儿也很十足。从玩石头来讲呢，就讲究在石质、形质动。为什么这样说呢？象形石就是象形石类的，它就要讲究一个形质动。哎，你形是它的形态，质是它的质。石头的质本身动，它要有动感，这块石头形质动它都占用了，所以说这是一块很完美的珍品，我特别喜欢这块石头。对于石头的鉴赏，我们同样可以从其他艺术门类中借鉴审美经验，或者说其他艺术门类中的审美体验和原则同样可以用于对石头的鉴赏，比如中国书法和绘画中非常强调的留白。喜相逢，我们在这里既要注意到石头所构成的空间，同时也不妨注意一下石头所空余出来的空间，这样从两方面进行观赏，肯定会得到更加丰富的感受。
这件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一层一层累积的岩石层，它外表粗粝斑驳，像是经历了长久的地质变迁、风雨磨砺。它一面紧贴地面，而另一面微微翘起，仿佛刚刚从天外飞来，又即将临风而去。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分明有一抹微云不经意地缠绕在它的颈部，好像在这里静静地沉默了数万年。作为一个收藏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收藏故事，这里面饱含了酸甜苦辣各色滋味。戴稻田本来是一位商人，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却魂牵梦绕般为食所诱惑，置财源茂盛于不顾，奔走在荒山野岭之间。他经常到这，有时候都开到晚上都玩到这搁这一能看石头看到半夜，到黑天了他仍然还在这看，就是一块石头看着他翻来覆去看，有时候都甚至到下雨天都玩都把腿卷起来弯一身这个泥，他也不嫌那个车就开放在那路边。哎呦天天的，你要看到有时候围了一块石头比我们还辛苦还累得还很，亲自用那个小起子也来在这按那个石头的缝挨着挨着别。这个有时候我们不注意，我们这个石农他稍不注意，那个石头有一点点的损坏，他都要微微损坏一点他都心疼的不得了哈。对，他比较爱石头，在这石头在这方面他比我们还细。把那些脚啊小那个小的地方漏都改。这个很关键的小的地方砸烂以后，这个失去了原样了，这就没有价值了。就要很细心的给他看他，把任何地方都不能损坏，觉得很完整，这两天有收藏价值。这个东西它是天然造化的，每一个地方它很巧妙的东西，你要有个啥损坏它，它就说价值就不高。这鱼多厚？大鱼就那么厚点，那个90公分。这样，问石、访石、拜石、藏石，十余年间，戴稻田的石头收藏品已蔚为大观。他所收藏的宝贝已经超过2000余件，耗资数百万元。这些藏品早已成为了他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他们是石头，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为了得了一块好石头，就是为了怕失去它。这块石头出来以后，又不是一天两天能出来，大石头要好几天能出来，就是要在这等。有时候晚上就跟这石农跟他们，这都是朋友，跟他们在一起，晚上在这吃肉，为了逮这块石头。这块石头我已经来了4趟了，如今还没有出来，估计还要2天的时间。我的目标是在这个北京搞一次比我过去搞的那次展还要隆重，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来观赏。来观赏，共同来享受我我的这个珍品。神奇的灵璧石孕育了灵璧石文化，厚实的灵璧石文化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灵璧石的收藏爱好者和玩石大家，出涉石道和深谙石玩的石友。无不被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美妙天成所折服。古往今来，
被世人珍若拱璧的灵璧石，何以引起众石折腰而享誉古今奇石之首，赢得天下第一石的桂冠呢？因为赏石，尤其的灵璧石，它的由于品种多，它给人带来的各种品味、各种这个爱好的人，都从灵璧石中能找出自己的渴望、自己的希望。赏石，关键是对灵璧石的欣赏，可以解决人的人生的两大问题，也就是两个字：一静一动的问题。首先，灵璧石石性是纯净的，它很安静，石不能言，嘴可人嘛。所以你通过赏识，你这个社会上现在社会活动太多，人心都浮躁了。如果通过赏识，你就可以把你浮躁的心灵呢安静下来。安静下来以后，静则虑，虑则格物，格物才能有所怀德，有所怀德了，你就有修身养性了。另外，赏识呢，它还能解决人的动的问题。怎么解决动的问题？因为石头的美，它的是自然美，自然个性无声有空之美。它给人的视觉冲击力很强，每一块真正美的石头，它可以使你呢心动，心动就随之带来一个呢这个身体的运动，朋友的走动，资金的流动。身体不运动不能健康，这个朋友不走动，友谊不能加深，资金不流动不能增值。所以赏识人生，你看节约一动一静的问题。你进那个地方，对你自己身心健康有好处。你一动起来以后，对社会有益。我认为这个赏识两大功效，我非常有感触。美的现象可分为自然美和社会美。自然美存在于一切自然物质和自然现象中，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美是人在社会活动中对某一事物进行审视和归纳，也是客观存在的。俗话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更是不无道理。这反映出社会各阶层、各知识层面、不同的社会阅历、不同环境所造成的多样化的审美观念。对美的衡量，自古以来便没有千篇一律，没有统一的标尺。对于石头，新奇、入眼、舒服、赏心悦目，人石相悦，便是美了。从灵璧石的品种来讲，它的千姿百态。人物石有，其中有人物石有代表性的，动物石、山形石、景观石、艺术雕塑的石头，还有禅石。这个每一种石头都很丰富，可以讲凡是人世间存在的东西，人呀物呀，灵璧石都能找到对应的，为石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也是最有发展潜力的一种石种。所以对这个说这个灵璧石是天下第一石，它是当之无愧的。这也不是喜欢灵璧石的多情和夸张，也不是文人雅士名流收藏灵璧石确实提高了对灵璧石的这个知名度，但是真正的最大的光荣还是灵璧石本身所具有的丰富的美学文化内涵。石头呢，它是有生命的，还有灵感。你一旦喜欢它以后，那么就是爱不释手。那是这种，它既能找到乐趣，而且呢，在石头中它能给人带来的这个智慧、思想，繁荣。戴道天先生，他的这个奇石墙藏品，它内容很丰富。这个基本上体现了一个精品艺术、文化品位和系列化。它的系列化，因为它有一个一边有一个群花十几个，另外还有这个灵璧石十二生肖，另外它山形石有了，人物石有了，动物石有了，景观石有了，它这个品种很齐全，所以我认为它文化品位很高。有着悠久历史的石文化已经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其他传统文化一样，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浮、磨砺、发展，在保有自己的传统同时，也紧随时代的步伐，丰富内容，不断完善，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我们相信，在21世纪的今天，
中国的石文化必将带着这个时代的烙印，面向未来。